台湾网友票选帅哥必备十大条件，第一名是什么 ？A 高挑的身材 ，B 高挺的鼻子 ，C 浓眉大眼。哇，这个我觉得台湾人都很喜欢高挑的身材，我猜。对，但是以这个节目的那种设定来看，有可能会选一个陷阱，但我猜不是浓眉大眼。但我没时间，有可能是 A。一分五十秒。我觉得是 A。高挺的鼻子。高挺鼻子吗？对。好，那因为我们其实是也不算高，对不对？社会没有对我们这么严苛。我觉得高挺的鼻子应该差不多。好 ，B 锁定，锁定。揭晓。网友票选的帅哥十大条件，哇！出事了，阿贝。